小实习刚刚到的，皮筋儿刚刚到的，上楼来测试测试，还是找个楼顶玩吧，这里安全。玩玩泥玩儿，首发命中，二发命中。三发偏了，打中腰，擦边儿，净中。可以。易拉罐儿啊！好。没毛病。推磨打法以前拍过好多次，是说这个推磨打法呀，有助于提高你户外实战能力，因为它的距离不同。没了。原品物价了解一下。喜欢双击加关注，直播间教大家。看这风景美如画，本想吟诗赠天下，奈何自己没文化，只能卧槽学好大。